太棒了，一早要来去台中了，展开一天的行程 Go。太开心了，今天呢刚好顺路呢搭干妈张姐的便车，感谢。然后这一支真的是超显眼，2020台湾要赢，同时也要支持韩国瑜。然后我们已经快到台中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叮当，我是黑柚。嘿嘿，没错，厉害了。哎，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台中。是的，哎，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一栋是哪一栋？大圆板还是新官三月？大圆板。嘿嘿，不是新官三月吗？不是。好的，我们接下来大圆板干嘛呢？吃大餐。你要吃大餐啊？好，没错。哎，你期待吗？啊，我期待，但是我们晚上还要住这里睡觉。哇，我们要住这里睡觉，而且你看后面还有喷水池，我们今天晚上这边洗澡吧。好啊。好啊，我们在户外。那里有蚂蚁耶，怎么办？啊，你就跟蚂蚁一起洗澡。不要，看它死掉了。好，废话，吵死了。我们今天要来吃股东会大餐。对。而且我们要吃海底捞。今天海底捞里面有那个叫做四川的变脸哦，它会甩面，然后非常好看，而且这辈子我还没有亲眼看过。不能摸，不然会被夹到，有可能会。你就会被夹进去面里面，然后呢，你就跟面一起流血，然后就把你吃掉。哎呀！海底捞就是火锅，所以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火锅。在哪里？哎，怎么了？好。火锅好吃的。这就是。好锅好吃，我们要吃的其中一间，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呢，在饭店呢再继续吃，这样好不好？好。可是跟不要吃告报告，不然顾客会价格变弄盖。跟我一样吗？啊、哦，我们两个那么怕的。我们两个那么怕，所以呢，我们呢吃完那个，其实今天不是住这边好不好？我们吃完海底捞之后，晚上要去饭店，因为这是百货公司，我们等等呢要去买 Uniqlo。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已经订好了啦，那房子我们可以住。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住那个中心饭店。噔噔噔。好 ，OK。那我带你去做。好，谢谢。你有来过吗？没有。那我们洗手间是在麦当劳右手边出去，我们里面是没有洗手间的。OK OK。然后我们冰淇淋在外面。好 ，OK。饼干跟那个。有，在外面。小朋友，走前面。来了，我们要干嘛？我要吃冰淇淋。好，我们来吃，而且这厉害喽。这个是什么来着？这是哈根达斯，耶、yeah。欸、你不知道什么叫哈根达斯，你怎么那么熟？哈根达斯就是冰淇淋里面最贵的五星级的冰淇淋，耶、yeah ！这里面还有好多菌汤的味道，菌汤呢比较清爽一点，还是菌菇汤，番茄的话浓郁偏酸。啊，猪肚鸡呢是唯有底料，里面有猪肚跟鸡腿肉哦。彩菇的话比较清爽一点，跟素食，啊，就让你们点选一下，啊，电话再跟我说就可以了。OK， 谢谢。是的，厉害了。自选料，而且呢，水果就在这里，还有小菜。酱料的不甜。无啦，你伊都大料的做法都安尼。哦，厉害了。我就大料店哦。系啊。哎，你很爽哎、欸！来海底捞，你来吃老杨翻外酥，这个加一吃就有了，好吗？加一口水。是准备给小朋友的哦，来送给你。哇，这么好哎、欸！哇，谢谢谢谢谢谢，要不要跟他说谢谢？好，那我们要坐这支飞机去日本玩，好不好？好，我们飞到日本，然后你看，这拉起来，就有这个。来，你看啊，耶、yeah ，有没有？风景很好，我们飞到日本去，耶、yeah ！飞飞飞飞飞飞。好，握手握手，哎，好好，嘿呦，好乖，嘿呦，好乖。
好棒，好棒。厉害了，这一盘呢是这个比利时猪，我们刚才已经大概吃了差不多有四盘肉了吧，三盘四盘肉，然后呢来了我再多点了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比利时猪，你看哦，比利时猪跟一般的猪呢长得一模一样，因为它的猪。好了，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了。你们介绍它特别哇，好少啊。介绍它特别在哪里呀、啊？它、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就只是它啊，有一个地方蛮特别的，台湾的猪就是养在台湾，比利时猪就是养在比利时，比利时对，哈哈哈特别最特别的地方，对啊，特别是吗？这样对不对？要不要比？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那个台中大圆柏的海底捞，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很帅，可是我们跟那个东西无缘。无缘，跟他说拜拜吧，跟你无缘的游乐园说拜拜，跟你无缘的游乐园说拜拜。啊、哦，他很难过，好 ，OK， 没关系，不过很难过还是要回家。拜。好，我们就前往下一站吧。我们赶紧来我们的中心饭店。可以哦，我们现在来到台中的哪里？台中的饭店。没错，现在我们在中心饭店了。今天我们是要睡这里，你看。这么的高，跟你说，我的姑姑也在这里哟。真的，我不想知道那么多。好，我们赶快进去睡觉好不好？但是你不是要聊天吗？好，我们先去开会，我们再睡觉。走 ，Go， 冲冲冲！好，啊，小朋友，对，要扣扣扣。好，没有人。哎 ，OK， 江江，哇，呜，我们住这一间。啊、你这么小自己当时跟我一起睡啊啊你们那么大哥天哪、啊、神经病不然这样子好了我睡那个地板上啊你睡床地板上那么大痛苦好那你就睡地板上然后我睡我要跟你睡好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个我们这一间的房门打开 OK 这是我们的浴室啊、这里好下课对就是好、哦、江江有没有这是浴室灯好如果有一个敲门微微看看然后你看你先坐上去看床好不好坐短悠短悠好没错那呢它其实也不是说为什么这么小是因为呢老师你看有这个哪个这个好那是叫你说晚上可以叫小姐用的嘿嘿哎哎哎这边呢就是在台中火车站的旁边有没有晚上可以叫小姐，好。我跟你说，哇，好了，哇，今天呢累了一天了，对不对？又黑又。对呀。今天早上呢，我们坐着干妈张姐的车，然后过好久好久好久，然后来到了台中。台中，然后又过别个来个坑。哎、啊，对，先吃完饭，我们今天中午去吃了这个海底捞，你有没有看到？海底捞好好。好好吃哦，少在那里狗腿，而且有可能厉害就是那个四川变脸，不能喝不好吃。对，给他喝不好吃。不过呢，好不好吃我觉得其次，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变脸那个表演很帅，有没有？而且你看了几次了？两次。我看一次，他看两次。然后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很累了？我看到他又换。然后又换成女生的，换成女生，还有换成面包超人，没有换成面
第一次有啦，你第二次可能没有啦。第二次就没有了。好了，啊，现在我已经想睡觉了。那，啊，你呢？还不想。还不想？那我要先睡觉了。我要你。我们录完，我们还没录完，你不知道吗？好了，影片的最后呢，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档的影片，对，这是我们第一档期的哦，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在 Facebook、YouTube 跟 Instagram 要记得按赞，拜拜，我们下次再见。拜拜。